这个，阿爹去了医院，带阿宝盯着杨晶。阿爹去了医院，带阿宝盯着杨晶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杨晶还没有醒。如果他不醒了，说点什么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毒品调查科那边已经通知了我们，说他们已经起诉战神了。那也暂时暂时让他保释外出。战神那面我已经查过了，他的小弟我也跟他们聊过了。他们俩早就打算卖油头丸，就在一起了，就像蚂蚁跟糖一样。你说他们俩有问题，我就不信。 他们这么说就是说，所有线索都卡住，不能动了。事情到这更难查了，更难查呀，会更难查了。郑警官，我们都说了，就看你的了。郑庭敏，你看人事了？怎么办？要注意，继续注意裘可华的一举一动，或者是傻豹他们全部跟紧点，或者。喂，郑警官，你有没有听我们说话？ 最近我工作很忙，所以很少来看你了。我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。你走了一年多了，我没有开心过。 有件事我觉得很矛盾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，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也许你已经知道了。 阿静，阿静，你排我，你听来怎么样啊？很久没有来我们家吃饭了，虽然我胃唔喺度，但系我哋都当你系自己人啦。系咯，是啊，唔好再别再想以前不开心的事。慧慧以前经常跟我说，你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，无论做嘢又好，还是爱情方面，你都中意将啲嘢孭晒上身。其实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，咁又唔系每次都系你啱嘅。 其实阿慧自己都知道，不过佢个人又冷静啲，又唔想认错，怕雨咯，所以佢情愿你同佢道歉，佢会觉得你爱佢多啲咯。如果佢仲再生，阿慧会对我好。这也难怪你，你又唔明白女仔嘅心思。女仔有时明知你好爱佢。 但是，他始终喜欢人家讲出来。阿正，慧慧都离开我们都这么久了，
我谂佢都希望你能够重新过好日子。假使间你又遇到一个啱心对嘅女仔，你俾个机会佢，亦都俾翻自己自己咯。系啊，是啊，将心比己。如果佢先走的是你，我谂我想你都会希望阿伟揾到佢自己嘅真爱吧。 跑得那么辛苦，你找谁呀？找我喜欢的人。你一定能找到吗？满街都是。你那么随便，我不要你了。 也得有随便的人，我才能随便呢。怎么这么晚了？走吧。是他。是啊，我有消息，别去骚扰邻居。刚起来，别去骚扰邻居。别乱来啊！郑警官说他们是危险人物，他和狮王队赶过来了。放心，我有危险的。我们走吧，你自己小心。 小伟，工作我来了，你回去睡吧，别玩了，找老天爷了，勇敢的，哪有啊？我回去休息了，拜拜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郑警官？那两个人认罪了吗？怎么都不肯说？杨晶认人吧？哎，杨晶刚刚醒了，糊里糊涂的，希望能认出谁杀他的。 不用着急，人都抓回来了，总有办法。一同说的。对了，今晚呢，我本来想等你，还有狮王呢，一起再行动。但是，他们的机灵不够，还不如这个样子。跟阿宝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下次小心点。还有呢，我觉得，今晚上如果没有阿宝的话呢，会很麻烦的，所以多多想谢谢他。 那倒也是，怎么谢呢？请他吃饭会不会老土一点？当然老土了。那还没有什么别的嗜好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刚刚来这一区的，你可跟他共事几年了？他喜欢柔道、卡拉 OK、 溜冰，记住了吗？好好想想啊。
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呢，对柔道一向很有兴趣。但是以前没见过你啊。我以前在观塘嘛。哦。除了柔道之外呢，这个卡拉 OK 呢，我也很喜欢。啊？溜冰，溜冰我也可以，不过差一点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几项运动？不知道啊，是我喜欢吗？我不信没人跟你说，其实是正好跟我说的。原来真的是他。那你不喜欢？不是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吃饭吧。莫警官叫我去油麻地跟进一下。如果这事是真的，那就头疼喽。对了，你刚才见到莫警官，没跟他提阿宝昨天做的事吧？当然不敢说了，还敢说啊？你们也别在他面前再提这件事了，省得他尴尬。什么事啊？啊，问阿正吧。问阿宝也行。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上好，早。咦，哆瑞咪发，都在这儿。是啊。郑警官，你的在精神很棒。是啊，不过我买了早点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在这儿吃？不了不了，在这儿吃吧。在这儿磨蹭，人都变懒了。郑警官，好好教教他们，知道吗？拜拜。拜拜。不对头啊！郑警官，刚才好像你更尴尬一点啊。是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正跟你做案子。有没有新进展？死者是个乖女孩。跟别人没有过节，现实的环境也不很复杂，只是商店关门早一点。我们已经派出所有的弟兄去做问卷调查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不是上班就是上学，我看要到明天才能收集资料。可以让我看看吗？随便。又是乖女孩，
这起案件跟我们在红星大厦上面相似，长发跟女子，性格凶徒似乎对这种类型的女孩很有兴趣，就是下药的晚上，喉咙被割断，大量失血，没有真正的迹象，凶徒似乎是个社会专业训练的凶手，规矩地点、嗜好、职业，全都没有一样东西相同。咦？ 怎么下大雨？怎么现场没找到死者的伞呢？人都没带伞上街。死者的朋友说他肯定有带伞了，但是我们搜遍的现场都没发现。近来几件连环凶案都是这样，现场找不到死者的伞。凶手拿他的伞干什么呢？很明显，这是连环杀手做出的行为。而他犯案是有周期性的，只不过从红磡搬到油麻地。 但是是不是故意一阵？这个案子我会从别的路上查一查，看看到底是巧合呢，还是有人想隐藏的视线。喂，阿静啊，静啊，一阵间，我在做事，晚上打电话给你好吗？不是啊，我找你是因为昨天晚上油麻地的那起凶杀案呢。你说什么？ 我做过严重的事，不能告。而且又不是同一个地区。原来昨天晚上有感应的时候，发生命案的时间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有没有见到凶手啊？根本没有。就是嘛，不是同一起案子嘛。我看报纸说，高雷仔和女唱完私奔之后出来就遇害了，同我感应都完全是完全一样的。怎么了？你想了？ 我在想，你认识那些女孩，怎么会对他们有感应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会不会是我对那个凶手有感应呢？你别想那么多了，还是把资料拿给我看看吧。啊？不行啊！为什么这样？说不定我不能给人看。我是上天拍下来帮你查案的小天使呢。快点！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你看。其实这些资料我去图书馆或者是上网都可以找到的。除了昨晚油麻地那件不属于我们区管之外，其余四件都在。这些女孩子都很眼熟啊。可能在报纸上见过我。 二十二岁，他有男朋友吗？有，可怜小姑娘，赶紧回来。但我这么年轻，可我看家里人和男朋友一定很伤心。 不想你冒险啊，一点都不行。
叫你来陪我吃饭，是想你陪着我的，吃苦看书。善用时间呐，小姐。这种潜意识的书啊，吃饭的时候看得多了，会死很多脑细胞的。脑细胞再不用呢，就会生锈，尤其是你呀。我知道你看这些书呢，只是想帮你那个警察男朋友破案吗？不过他都说了不要你帮啊，你是自讨苦吃。这种情形呢，就像我们女孩子情人节收花一样，嘴上说不用了不用了，其实收了花不一样开心。同样啊，如果我帮他破了那个案子，他也会开心的。真是二十四孝女朋友啊！不过呢，你痛得太深了，没得治了，懒得理你了。有没有人坐？有没有人坐啊？欧哥，没有。你对潜意识这种事挺有兴趣啊？我想多了解一下自己。其实潜意识就是一种不受时间、空间限制的东西，无论人还是事，都可以跨越空间。是不是说有些事跟自己无关的，可能突然间跟自己有关了？可以这么说。潜意识是不会有理性分析的，它只会受情欲支配。有什么可以证明呢？催眠。催眠？只有催眠才可以窥探这么不实在的世界。你曾经受过催眠吗？有兴趣听吗？我生于四世纪，我是一个祭司。我亲眼看见自己穿着一件黑袍。周围点着很多火把，很亮很亮，很亮的照着我。我为众生祝福，祈祷。但我这辈子不会开心的，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劫难，世界上根本就缺乏爱。不相信啊？哦，不是，我只是想，这会不会是？这种催眠疗法在美国很多大精神病院已经采用，而病例也证明了很多病患者的郁结跟他的前世有关，在他们找到答案之后，病也就慢慢的好了，不再需要靠药物。你在精神病院接受催眠啊？我一个叔叔是精神科医生。那你会不会给人催眠呢？催眠并不难，不过那要看被催眠这个人的意志力了。手机电话传呼机都关掉吧。哦。你好像很紧张啊。没试过受催眠的吗？来吧。催眠。催眠呢？就好像看电影那样。看电影没理由那么紧张吧？我看太多恐怖片了。恐怖片也会散场啊！闭上眼睛，慢慢放松，什么都别想，没有人会骚扰你的，直到我叫醒你为止。你在干什么？李医生催眠我催眠。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怎么可以被别人催眠呢？催眠对身体无害，我看过这方面的书。跟我来。他又看见什么了？我只看到一些光和影子，很模糊，别的什么都没看见。真不明白啊，你怎么会这么开心？是吗？我经常都这么开心啊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。
阿正啊，小女小女，请你一点，有不听说要见我们，看来是有话要说。见过鬼还不怕黑啊？是啊，警官，是警官把人家伙干的，他杀了王立威还想杀我。你先冷静点，你是受了伤的。再有什么就麻烦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王立威被警察抓包了起来，这种辛苦钱。 赚不赚也罢，什么辛苦钱呢？他是变态的，喜欢性虐待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秘密，我们很多姐妹都知道。如果不到山穷水尽，也不会接他的生意。那王立威怎么能那么久啊？当然是钱了，拿到他银子潇洒。你以前找过他冤枉他，是不是为了索贿？我都不知道，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。知道他想杀人，我就不会他妈被杀了。 我知道那坏蛋的香港有点名，你们警察一定惊动了王立威身边所有的人了。但是知道王立威被包的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一定不想让自己的名字跟桃色新闻谋杀案扯上关系吧？你打算浑水摸鱼得点好处是吧？从头到尾我就没说过手上有什么证据。 我只想要十万八万而已，没想到他会要我命。很可惜，暂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你的上司与裘克华有关。是他干的，他一向做事都那么阴险，还查什么？他肯定是主谋啊！我也认为你所说的呢很有可能性，但是我们警方目前什么都做不了。不会吧？我说了半天，还什么都做不了，是不是要我死啊？我们抓人是要有证据的。是不是我死了才有证据呢？ 你是纳税人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喂，死警察，你们怎么不死啊？赶快起死吧！你的嘴巴真臭啊！邱克华被战神挟持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啊，尽快演了。你没事吧？邓局，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医生，救援。我心跳得很快呀，我又有那种感应了。别乱想 ，OK。 阿正，不要去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小心点！放下枪！
快点，快点，对着下面说，说，快说！我来帮你们，怎么办？忙着干我了，你看到这么多人受苦了吗？我人还在继续啊！还有呢？我不会继续杀了他。救命！说完了没有啊？说完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什么头痛啊？哎呀，你慢慢疼吧，我们走了啊。走了走了，跟我同车，我一个都。哎，明天见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拜拜拜拜。你没事吧？喂，哎，你弄什么呢？张总，我担心呢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别去了。没事，现在我不是躺在这儿了吗？我看我还是别做警察了，做特技人比较好一点。那个时候你还开玩笑。哎呀，对了。其实呢，我是特意来看你的，我可以去住医院的。没有你的批准，我不能死的吗？来，你答应我了。那你送给我什么？送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两位还有什么要问？肖先生，吃这么多药到医院去住吗？哎，不要了，我最怕进医院了，让别人知道有担心，在家休息算了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问问停车场那件事。对了，就我那个警官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事，谢谢你了。没事就最好了，要不我一辈子不安心。裘先生，你好像还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啊。哎呀，你也看见了，明明是有人见到我家里有钱就绑架我，幸亏你们来了。我才没事啊！你说的话好像跟我们见到的事完全是两回事。对，我是包括王立威，你跟那个什么叫战神那有过节，他绑架不成就诬陷我。喂，你今天亲口承认自己杀人了？他用枪指着我，叫我说什么我都得说呀。两位不是连那个都信吧？裘先生，你讲故事能力挺高的，那么短的时间可以讲一个那么通顺的故事。他在停车场的时候已经污蔑我了，我只是顺着他的想法来讲而已。我看他精神有问题，不死也没用。可我们有证人证明你真的有性虐待倾向啊，裘先生。长官，我是良好市民，我很愿意跟警方合作。说的我的私人问题，我想我的律师在场会好一点。还有，我保留追究你们刚才所说的权利。我谢谢你。哎，麻烦你两杯可乐，两包爆米花。我始终都系你细妹啊，你点解要咁样？你之前你以前怎么对我啊？啊，之前系以前是我不对，但现在你先借我没钱的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些钱，拜托你借给我吧。没钱，我都说没钱了，我现在真的需要这些钱，拜托你借给我吧。喂，怎么这么没有警觉性啊？你怎么当警察？刚才那女孩子谁啊？哪个女孩？在那聊了半天，那个是问路的。
哎，好起来了，开场了，走吧。小梅，请进。到他了，医生。哦，你啊。我台语看完了。看完了，有没有帮助啊？我看了那么多潜意识的书，这本最深了。有些浅一点的，不过已经搬家，不知道放在哪儿了。以后找到借给你看。好啊，谢谢你，我先出去了。其实潜意识这东西不是那么深奥的，也可以带进生活里面。是吗？有兴趣听吗？好啊。比如人多搭车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很自然会放在放钱的地方。如果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会找你身边最信任的人。嗯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喜欢吃甜食一样，在他们的潜意识世界里面，所以酸的和咸的东西他们都不喜欢，只喜欢吃甜的。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糖和巧克力，我还以为自己很馋呢，原来这是小孩子的本能。所以多看这些书也不错啊，可以对你身边的人多了解一点。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会想得太理想化，就像男男女女的爱情那样，因为多看两眼就可以天长地久一生一世，但是到头来可能是悲剧收场。那有没有办法介绍那个男孩子是不是喜欢女孩子吗？对，有的。 Morning。哎，郑警官出院了。是啊，是让他们去吃午饭了。是吗？有什么头绪？油麻地那边传来资料说，已经查过唱圣诗的女孩子了，排除了仇杀、劫杀、桃色纠纷的可能性，所以把案子交给我们来查。其实连环凶手有一定的模式，不过我们暂时还不了解他背后的动机。可这些女孩子除了样子都很清纯之外，我真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点。其实最难捉摸的就是，他们的智慧未必比正常人高，还有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是谁，包括他自己，他也未必知道。就是说，排除了凶手与死者认识的话，他杀人的动机很重要。没错，凶手未必一定是疯子，但肯定是一种病态。比如他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，或者被人虐待过，甚至是信仰被打破过。信仰被打破。可能他以前一直当他爸爸是个好人，但后来发现他爸爸是个坏人，所以他就会一反常态。会不会连亲人都杀？那倒未必，可能会发现在形象类似的人身上。那你查案子这么久，有什么可以教教我？还记得屯门色魔那个案子吗？嗯，谁都没想到屯门色魔从屯门搬到土瓜湾，然后在土瓜湾继续作案。嗯。你就说那个凶手会不会又是本来住在红磡，现在搬到油麻地？有这个可能。买这么多东西，真的当我闭关？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虾片呐、薯条啊。是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工作啊。你先做饭吧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陪你一会儿。哎。哇，这么多关于邪教的书的？是啊，美国那边啊，有很多连环凶案都跟邪教有关的。我有个朋友啊，教了我一个游戏，可以测出。喜欢的人对自己的信任程度，就是三八杂志说的那些。你说我三八？这个游戏很简单啊。你帮我绑，先帮我绑上，帮我决定穿衣服。然后呢？快点起来呀！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呢？你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是吗？真的，做什么都行。好啊，你先帮我把衣服洗好，然后呢，就去洗地呀、洗碗呢，还有很多鞋没擦呢。哇，你把我当佣人了？是啊，不是。好了，行了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好，做什么都行吗？嗯，好。向客厅那边直走五步。一、二。三、
四五，好了，停。跟着呢，从你刚才拎来的那个袋子里面拿包虾片给我。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，真棒啊！喂，到你了，你呢？啊？到你呀！到你了。我不玩啊，这么幼稚。什么幼稚啊？我那么相信你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啊？快点，快点。我也相信你啊，先保上。我有什么地方不相信你了？好了，能看见吗？然后呢？柑橘，然后脱了你的外套。怪嘛，淘气啊！跳舞？不是啊，当然是跳舞。不是，我说了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但是你在摇骚。嗯嗯，我在唱呢。什么？把枪拿给我！你说真的？嗯嗯。这种事你也玩？神经！我不是不想玩，很危险的。玩这个很危险的嘛。我自己知道你是警察，唔可以立随便把枪交给别人。如果你那么随便把枪交给别人，我反而害怕。我是试试而已。我已经做饭了。有没有办法知道那个男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女孩子？对呀，有的。你跟他玩了个游戏，你问他要枪。如果他真的喜欢你，这么简单的要求，他一定做得到。如果啊，是不是我喜欢他比他喜欢我多呢？不过他是警察，不可能那么随便的把枪给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嗯，我没事了，放心吧。